你这么快的变的，随便来说。好了，没事。不介意的啊。好多钱？好吃也可以。好，买了一只大猪脚，我们今天一起吃，搞红烧吃。先烫一下，你等会萝卜。麒麟瓜，上面这个是沙漠瓜。来你。吃李子喽。不要了，地上的不要了。我妈在搞啥？你把粉丝的，你快说，你好歹胡说。你是日本人？怎么洗的了？慢点。看一下，妈妈炖的猪脚，里面放了黄豆。好，走，开饭了。大家人，凉拌黄瓜。豆芽吃不吃？家里豆芽啊，没得肉了。吹一下了。好不好吃？娘的爸爸，看吧。我帮你自己。姐姐帮来，我拿过来。